你要听是不是？好好好，对，很帅哦。好啦，今天要试这台 SER。哇，那我们在车那么多，其实这个车真的是二十年前我已经都在就开过了。嗯。我们先速度快就好了，不然会等下老板听到会生气嘛。这个车啊，随便油门随便这样一踩就急了，你知道吗？哇塞！有没有？帅吧？干！哇，你的手机呢？挥出来！觉得这个车就是以前我开的是 1.6， 已经很有力了。这个你看，这个是2.0的，我觉得这样就开起来就很爽。开场。没有、欸，直接上车了。直接上，那你开一下场。我要去买个咖啡。我请你，我请你。哦，你多少钱啊？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大家好，今天是科比传教士，我今天是科比试车篇 SER， 哪一台？你买哪一台？我买的、啊，但是买自己的。哦，其实我觉得那一台应该会更猛啊，但是我就觉得这样 NA 就自然进气哦，这样就很顺，就很好开了。不会太猛，比较暴力嘛，因为加剧可能就这样哦，那种冲很快啊。像我们以前啊，我们的车啊，中控台都是没有东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看一下。为什么？因为刚刚有个手机一吹掉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飞北宜啊，就回去宜兰，或者是这样飞，东西都空空的。那有个人就跑去找我们，他说：“难怪你们都没有放东西，因为他一开啊，这东西一直掉来掉去。”这个车是不是一定要开山路？这山路看起来都很顺。这个声音是这个啦，因为它是铁的，敲到金属，它因为引擎在震动，那一根变成类似像按摩棒一样。这震动频率很强、哦。这个是要磨棒，不是跳蛋。对，人家跳蛋是什么？我是按摩棒，哎、欸，这是强了吧？有没有？你摸，震动频率一分钟可能啊、哦。真的。没有啊，你要快一点，我可以加速啊。怕超速啊，所以我弄了一下车速器。跟你一样哎、欸，好麦的。它也是麦、欸。对啊。所以它是美规车。就像泰山讲的，开起来好像都没有快感。就没有快感，因为只可以开60而已，不能开到100多。不然你要不要去跑一下？我救不了。砸隧道啊！你看我在砸隧道。不行啊，砸隧道你这声音不够大啊，不够大、啊。你以前 1.6 开起来很猛吗？开起来就不错了、啊，1.6开起来感觉就是大概2.0的感觉。那2.0开起来像什么？就是现在的像加了一般的涡轮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暴力啊。有一次我要回去宜兰中秋节、嗯、晚上开回去开到新店那边要上北宜就音乐不见了砰烧掉、哦、不以为意去加油的时候电灯哎、欸、怎么剩一个再关掉再打开都不亮了我想说啊不妙我就不敢熄火了我就加完油一出去要回转的时候熄火了抓塞把电机挂了后来怎么办请拖车把它拖回来我就拖回来了對现在就送，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还不错啊，老车了嘛，毕竟这个刮小东西零件松一点的，对吧？还可以接受。好处就是过弯的时候可以降档，啊，引擎拉，如果转啊就转弯，一接就上手了，这真的很好上手的一台车。那你离合器会很重吗？不会啊，真
超好拍的。刚刚那个是测那个的，我想说是什么鬼？不是，别惊啊，我靠！三万，很稳呢。很稳啊，不会侧倾。这个避震器有改过啊，我觉得真的蛮爽的。也蛮有力的，我都不用换怎么挡，我三档都可以一直可以爬猛了。以前我们都降到二档在撇的，那你降一下，看会怎么样？这个还没那么的啊，爬不到那么陡。四档嘛，按到这里就降档，刹车，补油门，哦，掉钱。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有啊，满满的回忆以后。我记得啊，这种如果是原厂的刹车都没有很低，对吧？可是那时候我还可以开很快，因为有引擎刹车真的差很多。哦，对啊。对，你不用特别去踩刹车，所以不用担心刹车过热。A few moments later， 你会画甜甜圈吗？不会的，不会画，我真的不会画。这个前轮的怎么画甜甜圈？我的宾士也不行，四轮我没办法用。你知道 K 八那种也可以说，也可以画，你知道吗？备胎拿下来，备胎是一面是铁的，铁的朝地，放两颗，把它开上去，后轮有没有放在那个备胎里上面，手刹车拉紧，油门前一直补油门，前轮这样甩，后面铁的这样绕。啊，我知道，我放个铁盘嘛，对不对？对。然后就让前轮一直转。对啊，你就可以这样甩了。好像很好玩，要不要玩一下？我是没甩过，可是要找个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我要到蛮尝试，到底甩尾会，我怕我会晕车。还行，我过把片啊，你要怎么样？我看得到啦，可是前面的人我就不知道了。你的手排车下山有个好处，挡下就一直下去。对啊，那我都不用踩刹车啊。其实他前面货车应该是，对啊，我还要补油门的。好，好不好？好吧啦。先路跑。送啊！送啊！那是送的。送啊！你有爽到？有啊，爽到啊！我就紧张的，你都不知道。没事的。其实这个离合器它真的不会很重，好吧？入档啊，然后踩的，不会说就踩不好就熄火，倒是不会。像那个叫斯贝黑什么强化的啊，强化就是真的，你不补油门哦，就熄火啊。就在补，就是你要放的时候油门就要补，不然会很容易熄火。会怎样？强化啊，充的比较快，应该是的。摇合力会比较好。你应该不到哎。我不会。我那一台有换过了，你换过之后啊，其实你在它转速什么的也比较好。我也会去啊，撸一的撸过来了。快坏掉的时候你很没有力，你它养不住嘛，就会滑滑的。会打滑是不是？这没办法嘞。如果今天假设我去载一个女朋友开这台车啊。我手很冷，我都拿手拿抓过来，你看摸一下，明白啊？好震啊！我说温度，是震啊，震他可能会想到哦，你震啊，他就想到哦，可能你想干什么？你的意思叫我坐上来吗？啊，你的人羞羞的，我刚刚我这边是给你公布的，这下面有烫，对啊，一下传上来了，这可以狂飙，有温度就有震，哇赞，哎呦！不是很这样，很不错的东西，对吧？没事没事没事。那你在玻璃那边？胶合玻璃，小瓜银行保护啊。是光这就家里，你们舍得卖吗？当然是舍不得啊，舍不得的原因就是因为价钱不够啊。没有东西不卖的、啊。是这样。对啊，假设客兵可以排来，那宾士卖我100万，好不好？我也说好。所以如果这样过来跟我们说。这车20万，对，用这台啊，20万都满是，我买偌济啊？我可能会使哦，我咧整理你的货，伊你敢做？因为我买6万嘛，啊，虽然在整理起来，可能弄一些东西，成本在8万。可是真的有人愿意出20万？不晓得，马太山啊，他已经刚已经跟我加20万了。
我觉得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来买的哦，应该也不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小朋友，应该跟我年纪应该差不多，就像我讲的，买是一种回忆而已。可是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回忆啊。我没有，我在慢慢的回忆，在慢慢的。对啊。哦，我给他归出来，他们突然停了，我没想到啊。我刚刚看到一台那个别克还是什么鬼的，你刚刚看到吗？美国车嘛，对啊，我就看了一下，转过来，我踩刹车了。我在看那台车、啊，你也看那台吧？对啊。所以我快点，我给你移动掉，所以我手跟你过。我给你 GoPro 拍，我还拍高台。这个，那不会。刚刚我们看到的不是车，难怪差一点就出了事，这台了。啊，对啊，刚看这一台差一点。手牌车是开什么最爽？山路是最爽。可以讲一直就是打档这样啊，这样自拍的有没有？我们假设自拍就是只能原本仲裁，他也有时候也可以到那手自拍，就跟手牌的模式一样，可是还是自拍的，没有手牌的那么的敏锐。对、啊，会延迟。对啊，它会定。对啊，你如果不够，你可以马上就换二档或三档，二档三档这样一直换。哦，我踩一下那个声音，就是这声音还不错听的哈，排气管的声音呢，很浑厚啊，低沉。不会那种尖锐或者，那你喜欢尖锐一点还是低音的？喜欢低音的。哦，要看什么东西啊？看什么东西？要看什么东西？哈，什么东西？比如说像排气管这个是低沉一点可以，对，有些东西要尖锐一点。哦，对，好好奇哦，对，可以讲。你知道叫床怎么叫吗？怎么叫？部队起床。部队。干的太久了，忘记。哎，泰山五四完了哎。我们今天试的这一台是 SER 的自然进气版的，我还蛮期待小狮那一台涡轮的，它会怎样，对吧？我就觉得涡轮有涡轮的好处了，可是如果再开啊，我这个比较会没有问题。对，因为涡轮的东西在后来再改，我不晓得它到底会不会很长寿。我期待它开箱，可是目前开起来是觉得它蛮顺的，不管是打档或入档或者是换档，都觉得没有什么的。没有力啊，或者入档会有一种不明确，我觉得都 OK 啊。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没有冷气哦，还有现在天气比较冷，对，没什么感觉，对啊，这是唯一的它的缺点。可能冷气就再处理一下就好了，到时候就等小狮子出来，叫他去尬起来一下，好，我们再拍一遍这样。对啊，换他开一碗枪，我们就可以找他挑战一下。挑战的话，大挑战，大挑战。上次输的没有惩罚，对不对？要不要想一下惩罚？对啊，你看，是那个他都躲远远的，对不对？罐头，我想不到红梅，想不到红梅，看不行，想一下。有人说你要洗一洗再吃，我知道要洗，所以就是要让你闻原味啊。有人说那个要再发酵一点会更厉害，会更臭。它鱼肉还没烂掉，还可以更烂哦，更烂还可以吃哦。你还看得出是鱼啊，对不对？对啊。现在还闻到味道，好不要！我觉得你这样讲我画面，我也闻到了。不然我准备雨衣给你干嘛？我就是知道它喷出来。后来我看影片才知道说，哇塞，我真的是最危险的一种。想说，我真的以为会怕我的衣服有味道。啊，对，你看超省油，你看我们绕了一圈回来还没有亮灯。对，我这先以为啦。好啦，我们也下掉了到了。对啊，哦，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啊，多留言，我才知道说你们喜欢什么。对啊，好，拜拜。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啊，可比今天被中邪了。今天看到好天气的时候，我要做善事。你要啊，是啊。我要去捐权了，捐权。对呀，他急关注你。你要捐哪个权？我刚好偷偷听到泰山有讲话，打盲犬嘛。哦，对啊。对啦哈。厉害啊！你有讲过，我听到。偷偷听到。对。哦，今天难得好天气。对啊。赶快捐权。可是他晚上就天气会骤降。是晚上吗？还是明天？晚上就开始变了，然后三小时。所以现在，假设我们现在穿这样，晚上可能刮四，它好像会差在十度。穿这样，短袖啊，短袖。我比较 hanky， 那种恰青。天哪，干！
你刺白的，对。没有，其实我应该是刺这样，短短的这样一条，盖住，好像很穿。没有，它的刺筋是聪明人来看得到。哦，我们都太笨。我拍谁？国王的衣服，对，国王的刺筋。然后三 D 立体眼镜才看得到。哇塞，红蓝。没有，斗鸡眼。那个是什么？看一下，我们真的来邮局哈，不是来晃晃而已。对啊。好，那我要进去了。啊，几个钱有没有带？五万。多少钱？五万六啊。五万六。就是售价的钱。哪一台车 ？Tiara。对啊 ，Tiara， 白色 Tiara。哦。好，我要把它全捐出来。哎，我要把它全捐出去了。哦。好，我先去要。哎，不对嘞，写错了。你写错了。这是汇款。这是收款的呢。这个要写这个了。啊，对了嘛。还有。小金丢，小金丢。哎，应该你写较对嘞。无啊，那也是我写啊。阿姨在忙。对啊。哎，户名这么短哦。户名这个啊。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账号是19667989895，对不对？那这个是阿拉伯数字，就是钱嘛，要滚出去的钱嘛。这样可以吧？嗯。嘿，那现在就给了，看我眼。小。你很紧张，我很紧张啊！我没有发现，我也很紧张。没有，因为刚被认出来，超……哎，你红啊啦！超不好意思，你红啊，你红。收皮。哦，哎，我已经被上完了。没啦，我证明你有写啊！我有写啊！我字比你还丑，没关系。我就跟你讲，我不要帮你们下去。我怎样？做好事是没有关系。我们自丑心善良就好了。其实如果很漂亮，心不漂亮也没有用。我没有影射别人哦。泰山也是很丑，我人也很丑，心也很丑，所以我们才会心里很丑啊。那我就不知道了。阿姨来啊！阿姨，阿姨，阿姨，你已经丢啊？没有，上次来你没有了。上次来不在啊？好像来两次还是一次，你都没看到。都不在，可能你刚好休假。还是说你刚好在忙？我们没有休假，看到他就看到我，哈，看到他。那天椅子不在啊？对。那你们今天还是去同一家啊？去导盲犬协会。真好，真好。对，生意才会兴隆。谢谢了，谢谢。托您的福。对啊，对啊，我们滴滴会来寄信啊。几号啊？要等那么久？在一号而已。那写字比等了太久。干嘛？干嘛？看红快掉。阿姨也搞笑哦。不会啊。幽默。幽默。耶耶。开始我捐好了。看一下金额。哇塞。哇，五万六呢。对啊。全捐的哦。全捐了啊。口罩可以戴起来，戴习惯了。在这边再重新说一次好了啦。好，感谢原本的邱先生，好，就是原车主，好，再来就是我们购买的那个好张先生，对，好，我们有就是用三个人的名义，就是邱先生、张先生，还有我们公司，好，把它捐出去这样，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才可以这样一台接着一台这样做。对啊，之后还有更多的，之后还有更多，对。好，导盲犬协会。对，对，耶。你不要等我的名字了。对啊，今天做完善事要回去了。对啊，拜拜，拜拜。好，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好，这次我不一样，先拜拜了哈。好，真的，拜拜，先回去喽。